今天台湾人在满洲国专题要带您认识台湾到东北卖台湾茶的第一人，也就是知名商人陈崇光。他后来成了台湾养乐多的老板。陈崇光年轻时就生意头脑一流，看到当时满洲国地区因为战争关系缺乏茶叶，因此到满洲国从事台湾茶贸易。在台湾作家钟理和写的《奔逃》这部小说里，他描写当时的东北是想发大财和做大官的野心家一心向往的地方。当时的确有这样的一位冒险家来到满洲大地，他是知名台湾商人陈崇光。有个铁路打通了，就是从天津到南京一个京浦线打通了，所以他就想到，好吧，那就再坐上去天津、北京看看。他想说，华北到东北这个非常的近。他想说，那是不是再上去看看？所以他又搭了火车，就到了那个满洲国的当时的那个首都叫新京，就是现在的长春。所以就从此又展开了那个他这个第二段这个精彩的人生。这样，陈崇光是台北大道成人，日后成为台湾养乐多的老板。不过当时他到满洲国卖的不是养乐多，而是台湾茶叶。陈崇光的生意头脑一流，也成为当年第一个把台湾茶推向东北的台湾人。在谢介石先生家参叙的时候，他们提到了说，由于这个战争的原因，东北像物资很缺乏，像例如连茶叶的部分都很缺。以前东北的茶叶是从福建运过去的，然后福建运过去，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就交通不便，所以已经断了很久。他们就问说，台湾的茶是非常有名。他们就问我父亲说，那有没有办法从台湾运一些茶过去？从台湾基隆港送书的台湾茶来到满洲国大连，再由贯穿东北的南满铁路运输到东北各地。他就是特别去做了一套连身的日式的那种洋服，有点像所谓的 tuxedo 类似这样的，然后戴了一个那个眼镜，就看起来像士绅一样，然后就出门就叫了一个那个人力车来做。所以当时就是认识了一些所谓的警视，就是日本的警察之类的局长。他们日本警察看到说，哇，这个年纪轻轻就人力车，因为毕竟迪化街是比较传统的地方，长一辈人是舍不得花钱去坐人力车的。然后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就穿着那个非常的体面，然后又坐人力车来，大家对我父亲还蛮客气的。满洲国时期，陈崇光和在满洲国文教部工作的陈习清关系良好，两人前后都曾暂居溥仪御医黄子镇的家。而每逢假日，陈习清、陈崇光、黄子镇这些旅居满洲国的台湾人都会聚集在前满洲国驻日大使谢介石新京的家中打麻将。当年的满洲国对台湾人来说，确实是一块充满机会的未知大地。